嘉义县地文化协进会集结一场相当嘉义地道的民族日前特别举办的一场第18届认识交流，让会员未来伫咧参加含地相关的活动的时阵，更加会当显现出地识的美感。来参与的学员李坤林讲，茶会当沉浸心灵，当饮下第一嘴茶，会予人为混杂环境当中静落心来。这次来参与拜茶食饮食的魏先勇讲，伊的茶食是以协进会的知识为主，搭配夏天的浅绿色，桌顶的花器是家己手作的，而花蕊来自家己厝内的花园，整体呈现出地道的自由自在、朴实的一面。啊，这个公益性吼，我会让整个茶的生命更丰富啊、茶本身就是啊、一般最常见的就是饮品，那饮品的话你要怎么喝哦，在茶席上的感觉就又不一样啊、像我们今天这个茶席就是啊、我们业力会都会下午会有一个茶席交流啊、大家来啊、喝喝茶，然后做一些交流，然后把摆席做一些精进哦、做一些训练啊，让我们常在那个博塔的时候，我们可以去做一些啊、茶席的展演啊、茶文化本身哈、我从创会到现在已经6年了，就6年当中，我们是一直在用一个哈、对茶的尊重，然后对茶的一些延伸去做不同的展现哦，那个哦点线面一直扩展这样子。台湾地道主张地享受放轻松的同时，也会当感受文化，将地道融入生活，提升对地文化更深的认识。这一新闻就来成中部乡采访报道。啊，你过马路那请假呢？哦，你唔知啦，即马过马路注意险的，马路如虎口哎，安尼较安全。唔免啦。现在过马路吼，若无礼让行人，有加重罚则。现在变作安全的呀，你放心啦。安尼我就放心啊，安尼我就免挂吼。没办法哦，我们现在就是要礼让行人。台湾现在很多，你看过马路不敢过，你们看车来的呀，所以我们是人让车。那现在台湾要。整个要改变，原本就是应该车要让人，对啊，所以现在台湾要加重处罚了。如果你没有让人的话，那你的罚款会很重。大家唔免惊，今嘛要过马路啊，不管你是塞车还是骑摩托车，一定爱让行路的人先过，啊那无会加重罚款的罚金哦。所以今嘛政府做重视这吼，所以所有塞车、骑摩托车的人，看到行人要过马路。一定要让他们先过。